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Hello，我是卡洛斯。很多人都跟我说要学好唱歌，歌确实唱了不小，但是一直都没有进步，原因就是没有学好简谱。今天视频的内容全都是干货。 千万千万要看到最后啊！很多人在学唱歌或者是学演奏乐器的时候，都是用了不对的方法的。好像这一首《潇洒走一回》，哎，老师，这首歌几十年前我已经懂怎么唱，但是你有没有记得你是怎么学的呢？对了，你是唱卡拉 OK 学回来的。卡拉 OK 学歌的方法就是拿起麦克风。 先看这个歌手的声音，跟着他唱，唱了几次之后，你有信心了，那就把这个歌手的声音关掉，然后自己唱。唱了很多年之后，你说我对这个歌非常非常了解，是这样吧？我的学生阿印，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他以前在舞台唱歌，有些歌唱了很多年，他是从来没有看过这首歌的乐谱的。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听的方法。音乐是一种语言。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是怎么学语言的？妈妈说一句，爸爸说一句，我跟着学一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到上学了，老师是怎么教的？老师念一句“山高山高高的山”，你要看着书本啊，看着“山高山高高的山”一起念出来，这个过程。 你同时是知道“善”的读音，你又看到这个“善”的字是怎么写的，你自己也能发出这个“善”的音，还有老师也会叫你用笔把这个“善”写出来。整个过程就是听、说、读、写。那学音乐也是差不多，但是在音乐我们不叫听、说、读、写，我们叫做视、唱、听、写，概念是差不多的。是就是看谱。 唱，你知道了，唱就是唱歌。当你学会唱歌，你听见人家唱歌，你知道他是唱的对还是不对。那最后就是写，写在音乐就是创作。你听完我说之后，你知道现在很多网上的唱歌的做音乐的人。 他们都是缺了这个第一步，这个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用听来学习的，无论是弹吉他的、唱歌的、玩什么乐器的，他们都是看视频、听、看，然后弹出来、唱出来。这个学习唱歌的方法，我可以把它称为一模学社吗？人家唱一句，你学一句，你没有看过谱子，你根本没有发现。 谱子里面的视界，没错，从看从听是可以提高你学音乐的乐趣，提高你学音乐的动机。但是你真要认真的学，这个一定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学习音乐的方法，应该是从视谱开始的。所以今天我就拿这个《潇洒走一回》跟你了解一下视谱是怎么样做的。我们先从这个五线谱开始。 五线谱对你来说应该是比较难的，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在看五线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音符的高低。那我们先听一次：天地悠悠，磕磕匆匆，敲起又敲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诶。 我虽然不懂看五线谱，但是我看着它来唱，我记得哪一个音符是高，哪个音符是低的。这里是好像一座山，慢慢从地平线跑到上面，再慢慢落下来。啊，它又上去，又下来。第一个山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山是比较低的。所以第一个山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第二个山。 敲起又敲落，第一个山，第二个山，第三个山又怎么样、啊？第三个山更高了。恩恩怨怨，嗯、生死白头。哇、啊，原来这个死是最高音的地方，是在山顶啊！恩恩怨怨，嗯、生死白头。 几人能看透？所以看五线谱就有这个好处，但是五线谱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就是你没有办法从看这个音符看出哪个唱名。什么叫唱名？唱名就是哆来咪发嗦。你不知道这个音符唱什么，你怎么练习呢？所以今天我要介绍另外一种谱子，那就是这个简谱。还还记得我弄到了一个？ 简谱的软件吗？非常好的啊，简谱的软件，你可以这样看哦，它是由唱名在上面的。六应该唱拉，这个七应该唱西，这个幺应该唱哆，二应该唱 re，这个三应该唱咪。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这个唱名，很简单的，我们一起唱。 拉西哆来咪来哆西拉西哆西拉。第二句拉西哆来咪拉咪来来哆哆哆来哆咪。我可以肯定的说，你每天这样跟着谱子去练一些你已经懂的歌，你可以把音谱唱得更紧。唱一段时期之后，你的音乐感、你的音准都会进步的。现在我再教你一些。 看简谱的时候，特别要留意的地方，你特别要留意就是连线。这些连线有些叫做延音线啊，比方这个咪跟这个咪同样都是咪，把它们连起来，那就变成了一个咪。所以你看到后面这个咪是灰色的，前面这个咪才是黑色的，那就是这里只唱一个音符，就是延音线的用途。 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连线，这连线由咪连到瑞。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音不唱多一个字，就用这个白字唱下去。所以，假如你听到有人唱恩恩怨怨，嗯嗯圆圆圆生死白头，那这是错的，应该恩恩怨怨，嗯嗯圆圆圆生死白头，白头。 这个白要多唱一个音符的，所以当你看谱子的时候，特别留意这是连线啊！你再看下去，诶，这里为什么能之后有一个音呢？所以这里也是漏了一个连线的，把它加上。千万不要唱“几人能看透”是错的，应该是这样唱：“几人能看透”。特别要注意这个白字和这个能字是要连音跟着的。 另外一件要注意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延延音线。为什么这里有延音线？就是因为这个咪比正常早了一点出现。假如这个咪没有早出现，应该是这样唱的：“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但是这样不好听啊、哦，一点也不潇洒。所以他把这个过字，就是这个咪，早了一点出现。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这个音符我们称为切分音。这里我来解释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人在跳这个健康舞？One two three four,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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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很多时跳的时候，教练是这样数的：one two three four，因为他们跳舞。 所用的音乐也是四拍子的，他们他们数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跳，但是当他们的动作要四分的时候，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就会把这些拍子再细分一个后半拍出来。而在看简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留意的，这首歌是四拍系的，所以 ten 这个音符是一拍的，就有一个向下的一派，一拍有一个向上的。刚才我们念。 e 就是向下的，向向的，我们念 n。t 也是一样，向下，然后向上。第三拍都是一样，三 n。所以这三个音符，天地、地、右比较简单了。但是到了第四拍很不同了，看到这个右是向下的，这个是第四拍，但是这个过。 刚才我说了它是早了出现嘛，所以它是在这个 end 的位置出现的。那这个音符我们就称为切分音了。英语我们叫做 syncopation。切分音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它是抢着出来的。天地悠悠，过客匆匆。 很平淡的，但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这个过字是要唱出出来的味道啊、呃！你再向下，再再往后面看，这个桥落，这个落字也是一样。桥起又桥落，是应该早一点出来的。在第二句上句的第三个高山的时候，更多切分音，留意吧。恩恩怨怨生。嗯 这个圣是切分音，还有这个圣，没有这个过这么长、啊，这个灰色的音符只有半拍，所以这个死也是早了一点出现的。这是是第一拍前半拍，死是在第一拍的后半拍，这个死也是一拍啊，所以它在到了第二拍的前半拍，而这个白就是在第二拍的后半拍。 所以这里是有三个切分音符啊，有三个字都藏着出来啊，所以唱的时候就有一种强调生死白头。唱的时候千万不要变成恩恩怨怨生死白头，那都没有味道了。也有是也有一些人，他唱卡拉 OK 的时候，唱了第一句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唱第二句的时候。 就跟第一句的节奏，恩恩怨怨，生死白头，这也是错的，因为这样只有一个切分音符，这里应该有三个，恩恩怨怨，生死白头，这样才对。最后的一个切分音符就是这个看透透也是切分音符，几人能看透？那今天我用这样的方法跟大家分析。 应该每一个人都看透什么是切分音符，什么是连音，以后看着谱子的时候特别留意连音和切分音符，你唱歌会越来越好的。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大家对这个看谱子有问题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将来可以教你更多看谱子的妙招啊！我是卡罗斯，喜欢我的视频的，请你关注、点赞及转发。再见。